村庄。对对对，哦呦，极光！哇，极光极光，这啊，哇，太窗美帘了，预定了吗？这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太美了快！这也太美了。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飞酱还有宵夜为您带来的。我有点恍惚。你也恍惚了，行，那我就就地往下挖了啊，挖铁呗。别别别，我带你走来，人呢？嗯，尽量不要破坏地形。好，效率二，对吧？Where are you? I'm fine, thank you. 怎么样？这首《驴唇不对马嘴》，你是否认可？我在桥上。来来来，我带你。就往这个方向走。这个。不不不，哎，不是，不要挖铁矿吗？嗯。哟，去地狱。有。去地狱挖铁矿，OK。行，带你找上回的洞吧，啊，上回的矿。坏了，我这指南针已经完全坏掉了。是不是在这儿啊？是在这儿。哦呦，这么危险，怎是么在下这去？儿吗？怎么下去？好像是在这儿，等一下。怎么说？哎，上回来的地狱门，我记得就在附近呢。啊，就在下面。怎么下去啊？等一下，我忘了道。哎，这朱灵打我了！快走，快走，没带金东西。哎，这朱灵打我了，快走，快走，我没带金东西。可以，掉什么？什么也不掉。嗯。哎。哎。对呀，难道我记错了？不能呀！你也恍惚了，完了，传染了，属于是，现已发现人传人现象，完了完了！哎呀，走吧走吧，这朱灵打我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好，哎呀，走吧走吧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咱们可以搭一条路呢？太费劲了。刚才要在哪挖啊？就是这铁这东西不很好找。哎哎哎啊、哎呀，不行，先睡个觉吧。OK， 总之先糊弄一天啊，这一天啥也没干。哎呀，这个傻村民真的天天睡我床，再睡来吧，要不咱边走边挖铁得了。太浪费时间了。可以啊，行，夕阳，哎、夕阳感觉上来了，你非得怼我一下。夕阳照在你的身上，然后呢？啊，狗东西就不说了。我懂了，你说那个稀是稀少那个稀是吧？由于刚刚升起，所以说看起来比较模糊，所以叫夕阳。对，可以，嗯，我很认可。这位旅客请下车，终点站到了。谢谢你，谢谢我太多。我怎么感觉这个地方也很美呢？
哇，很美吗？哇哦！要不要来一期封面？是感觉没有太大必要，就是很淡雅。你来，来什么？就哥哥。没带骨头啊？好吧。哦呦，哦呦，哎呦，天哪！哎，我发现你就在我旁边啊。对呀，我们俩目标怎么没是……穿裤子我穿了皮革裤子，我太啊？大了，容易磨到，我就换皮革。可以啊。那我不穿了，硌得慌。行，这是台石，还没抬石头，我们要穿越这片树林了。走吧，这是勇敢者的游戏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，好高。今天6月7号，老测，高考。今天是高考的日子，对。你不要祝福一下高考的学生吗？虽然说发出来可能已经过去了。别别别，这整的我想没有词儿啊，拉倒吧，先剪掉吧。好，哟，下去吗？我想截个封面，封面狂魔。可以了，要下吗？你说喽。应该不用吧？哟，走吧走吧，咱出来找那啥的，对，上那啥来？找地形的。我们是来探毒的啊。探索世界。可以，那咱就可以下去了，已经。神圣项目找着了。我砍一点树。那小白在哪？我不知道啊，没看着。有。我要活赵云，不要死子龙。我听见古力怕的事儿了，我把他射死了，直接让他射死。可以。这个深色橡木应该也有树苗的吧？有。哎，这两个地形刷在一块儿了，咱俩出来就是要找这两个地形，就很棒。对。就点子就很棒，哪个是深色项目？这个吗？粗的，颜色就比较深。哦，就又黑又粗又高又长。不对，快来帮我！这僵尸拿了个铁剑。你在哪？听声。黄金甲僵尸。好像用不上我呀。哎呀，等你来，黄瓜菜都凉了。多开点吧。哎，好，行啊。
咱俩这是在一个盆地呢，感觉。嗯。那火把是你查的吗？哎，不对，那是村庄。村庄。对对对。哦呦，极光！哇，极光，极光！这啊啊！快快快快快！哇，太美了！预定了吗？这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！啊！还只有小白，我们把这小白干死。哎哎，他怕我狗。狗是骨头吗？快，快快快快快，快上来！哎呦哇塞！啊，这上能有？想回家的时候吧，随便走走都能遇到村庄。嗯，我遇到了好几种不一样的村庄。嗯，沙漠的，草原的，
对呀。鹿在叫，嗷嗷嗷嗷响。哎，这个丛林，这么眼熟，那是丛林。你就凭直觉吧，反正我已经完全有。哎哎，我看见了，那前面是栅栏是吧？可以。啊，哎呦我的妈，终于到家了，兄弟们。要怎么说女人的第六感就这么恐怖呢？哎，不许瞎说啊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就是人形导航，好吧？会走的导航，我很认可。牛的，牛的，牛的，牛的。哦呦，久违的，久违的。哎呀，天哪！我不想在外飘浪。放一放。天老爷，先把这树苗去种一种好了。嗯，你去种吧，我整理整理箱子。那我就直接硬塞了。塞吧。塞不进去呀，我怎么感觉？没有通，接通水塞一下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接通水，使使劲。就行。啊，我觉得可以。树苗，你把你身上树苗给我吧。嗯，我往里放了。OK。给种一下，看种哪啊？种树。嗯，然后整理整理，去搞房子。OK。OK。来吧。怎么说？给我介绍介绍这新家。哇，你这建的，你这个建造水平可以啊。OK OK。这不是要码头吗？给你弄了个小码头。OK， 码头行。放两艘船，可以有的。这边是码头。OK， 一个是出港，一个是入港，是吧？对对对，聊的。那里边都是材料啥？来，进门。啊，我怎么说？看，底下有一个。哦，有小鱼缸，这下面还有珊瑚。我、哦、天老爷，这是珊瑚吧？这个是海泡菜，珊瑚这个是。哦，是这是。珊瑚行，哇，嗯、啊。然后这是你找的马拔。马拔好，然后呢 ？OK。然后这个是盔甲架。盔甲架来放衣服的。嗯。然后旁边这个旁边咳咳，然后旁边这是水桶。哦哦，水桶可以放东西，啊，木桶，嗯，嗯，然后呢？这也是为了好看，小桌子 ，OK， 小桌子，嗯，还有这，还有这，还有这，有，漏斗矿车，那个是灶台，灶台 ，OK， 还能冒火，嗯，看能往上冒那个烟 ，OK。有很重的生活气息，嗯，还有这儿是用来吃饭用的。OK， 在这吃饭。嗯，小凳子，蛋糕还没做出来呢。OK， 然后呢？然后这儿，这是一个小小的工作间。OK， 工作间。看，底下是熔炉，有箱子。嗯。还有工作台。OK。不用的时候把这个盖上，盖上好，这是完美。Okay， 上楼，哇，这房子做的可以，哇，这楼梯还是悬空的，可以啊，科技感满满。啊、二楼，这是用来储物用的，储物放了四个大箱子，这还有盔甲架，可以放你的盔甲。OK， 我的盔甲，为什么又给穿上了？哦，对啊，为什么给穿上了？等等，OK， 可不可以？然后呢？然后这边是卧室，卧室可不可以 ？OK OK， 粉丝，这喜欢的粉丝 ，OK， 这就是。三人床中间放猫是吧？嗯，
可以可以可以，你讲。哎，这村民什么时候来的？你好，来我们家做客。然后这边，嗯，这怎么又来一个村民？这村民什么意思？这是你雇的保姆吗？这是。他为什么看着我的花 ？OK， 这一盆小花朵。然后这是一个小阳台，海景。海景，海景。哦，哦呦，可以可以。然后还有三楼。三楼。三楼是天窗。天窗，哟。嗯，这个是活板门，你右键。哦呦，这是可以啊这。那这上是做什么的呢？这上可以到时候可以弄附魔台什么的。OK， 附魔台，漂亮，真是完美呀！还有个天窗，真是完美呀！可以啊。好，可以参观完了。看完那今天结束今天视频呗。对对对，高兴高兴。来吧，在哪在哪？看看啊，在港口呗。来吧，爱的码头，高喜。哟，来吧。哎呀，这个方向相反的，我有点迷。OK， 那么本期的这个双人连坤实况就到这里结束了啊。谢谢，给大家说个结束语吧，谢谢。大家拜拜。OK， 大家请关注，我们下节目再见，拜拜。